咱俩家里都没有女奶奶嘛，家里都没有个没有个姐姐，没有个妹妹嘛，嗯，没有个女奶嘛，家里。发个啥礼物上麦娘娘去？我这个一个比心兔兔哥，一个比心兔兔，这会儿正上人呢，我得当网红呀，我也有个网红梦呀，一个比心兔兔，嗯，对，感谢我曾经看三四三，来吧，先给哥哥来个小舞蹈，真心哥，知道吧？也不是一天两天陪伴着咱了。既然来了，即来之，咱则安之，知道吧？来了，咱就开开心心。无论是直播间还是骂咱俩的，咱就开心就行了，咱不管，因为咱们是做互联网的，知道吧？不是他们做，他们怎么说是他们的事，咱做好咱们自己就行了，不用管他们。咱堵不住他的嘴，咱就用咱们的小舞蹈来感动他。来吧，一个小舞蹈，拉你好的歌，好的歌。OK， 可以 OK， 我拉你那个，拉你了，哥哥给咱讲大道理的哥哥。你好哥，有什么吩咐的？Hello，Hello， 你好大哥。阿东。听见吗？在的。旁边这小女人，你搁哪弄的？嗯，就是在网上这个认识的，这个抖音认识的。抖音认识的，嗯，对，你是咱河南的，嗯，河南的哥，让小妮给我说两句。好了好了，给哥哥打个招呼。嗯，什么哥？三哥，给三哥打个招呼。三哥下午好，三哥。你跟着董坤中不中啊？一天给你开多少钱工资？嗯，还好吧。嗯，还好。有啥说啥，你不要害羞着吧。一天挣多少钱给大哥说。一天管低了白不管。嗯，三百。一天三百啊？他能给你弄三百啊？我哪弄不了。你一天你都能拨三百，你跟人家开三百。没有人给我刷，没有人给美女刷呀。你让美女来拨一会儿来。来拨有没有牌面我看。嗯，不是啊，不是阿东。嗯，你让妹子来拨一会儿，我再给她刷个礼物。啥啥啥？你播去吧。先播嘛，你播一会儿我再播。播呀。哪个号？我的。你的号都用这个号播。嗯。播吧，欢迎一喜乐哥，啥牌面我看。欢迎喜乐哥。欢迎，来播吧，我不说话了，站中间，美女 C 位，来吧。对，我叫陈瑶瑶。那啥阿姨，就害羞啥呀、啊？害羞。你说话，你小心点嘛。播来播上节目来，那天播着这个，还怪聪明的，把他，对对对，我不想着他这个当。来吧，给哥说话呀、啊，给哥，你乖乖。这跟美女说了，阿东，不是跟你说了啊。有，我不说话了，给哥看舞蹈不哥？看舞蹈不看哥？中。你来个舞蹈吧。你来出来。啊，来个舞蹈好，我出去。你出去，你要出去。我出去才还得有牌面啊！谁让我出去，谁给我牌面啊？我没有牌面，我出去干嘛？真心哥叫你出去。啊，我出去行，我也想要烟花。来吧，给哥哥攒那个摩托摇，来攒身上来 ，OK， 堆起来，来慢点来，一堆起来，爱的巴的，来小野猫搂起来。不要小野猫。摩托摇是吧？咦，给哥上高速直接。直接摩托直接摇起来，来三二一，准备好，手，好、哦、来，摇起来，准备开，慢点来，懂不懂？我三哥也不是一天来一天两天的三哥，甩开，小亲吻走一走，继续或者就举起来。再给哥弄个十八，再用，我让给哥一个。好。哎，你也就一个烟花的牌面多少钱？你啥都没有。我啥没有？啥没有？我有人不就行了吗？这不都是我的人吗？一千人。喷你的。三个男光喷我。阿东。三个。谁？阿东。我一会儿找个主播给你连一下，给你连个麦。可以。你跟他然后你怼他两句。行 ，OK。啊？可以。
你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的孙子知道吧？你说的张丑，可以可以，可以不可？可以的。一会儿那个我让他给你练过来，我给你刷。OK OK， 好的大哥，好的好的，中不中？好好好 ，OK， 感谢大哥。好，我下了。这大力支持，好，你下吧。OK， 一会儿让他练我，好吧，哥。哎，你管用排名了，动不动这名排名那名，对不对？哦，来咱怎么？哎 ，OK， 咦，这不是又整五十吗？这不比大罗石强吗，老表？那不是你挣。我大哥又不是不给你刷，你看你给大哥点关，那不是好了吗？是不是老表？哎，又带劲了，兄弟！来，没点赞，点赞，没分享，这边分享，这边来。感谢兵哥，感谢兵哥。全能后冷不冷？不冷，不冷哥。谢谢兄弟，这不是好多了吗？对不对？以前得好好给兄弟们说话，对不对？你要尊重咱尊重人家，邻里呢，别提了，兄弟们。嗯，你不是说有新人？哪有新人啊？吹牛。下个月。已经确定了，下个月。欢迎是你的喜乐，我开播了，大家都来我这边。好的，喜乐哥，我格局打开，你开播吧，我就给你塞点流量。喜乐哥，开吧，你开播吧，喜乐哥，没事儿，开播了，开播一下，你开播吧，喜乐哥。我格局大，打开你该开开，不要犹豫，知道吗？我给你塞点人，喜乐哥，没问题，开吧。东哥招人呢，东你740了，别提了。招人，招你这黑粉啊，一天天的。还要范中哥，咱就多些理解，少些谩骂就行了。我们不招黑粉儿、真有格局，喜大哥，格局比你大白喜了哥，你看能给老弟整点吗？带个美女也不容易，兄弟们，这边连个小心心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冬至，现在毕业了还看冬至，是的，你铁粉。来点点赞，来，哎，一个小性感的小野猫，来走起来，来。摇起来，来，哎，巴黎，来，扑苏巴黎黑的小野猫，走起来，摇起来，骚动你老婆婆，徒弟，别开玩笑了，兄弟们，别乱了，哥哥们，对不对？你们有需要这个让东东出视频的，咱交个朋友，对不对？咱何必呢？咱带着这个谩骂来看直播呢？你们如果有需要东子，需要老弟的话，你吭个声，给你出个视频，打个广告还是可以的。东子在这个河南这一片流量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哪一天你用了东子，你说个话就行了。你看东子为你办不办就行了。感谢我喜乐哥的小心，谢我喜乐哥，来一个性感的小野猫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哥们，感谢喜乐哥的大力支持，喜乐哥要给他点亮咱们光呢。来吧，一个小野猫送给大家，来，他拿着，你在前面。东不是你有牌面的，老板你有牌面，我的小牌面可以，我乐哥给我的牌面，对不对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美女吗 ？Hello。你好，你干嘛呀，美女？玩一把。谁让你连我的呀？欢迎谁哥啊？谁让你连我的呀？至于谁去连的？那我走了，我大哥让我找个人呢，找个连我的。曾经叫我连的。啊、哦，曾经啊、哦，好的，好 ，OK， 你不提我大哥的名字都不好使呀，我看。哎呦，来玩一把啊，喊你大哥。这不是我大哥，你大哥啊，我大哥听我指挥呢，指挥你呢。那就是我大哥。啊，你大哥好了，怎么玩你说吧。输了。欢迎我佛哥。票少不许说话。啊，好的，票少不许说话，行。盲盒啊。啊，盲盒 ，OK。不许说话，开麦。别放对面埋汰咱了呀，好大哥。来了。欢迎我三哥，咱先把分上去，咱先把分揉上去。欢迎神明哥。
欢迎我神明哥，欢迎我佛圆圆，欢迎我佛哥打暴击，兄弟们，翻倍打翻倍，兄弟们，暴击，暴击咱打翻倍，兄弟们。咦，感谢我三哥，咦，直接埋汰他。小陈，你怎么在对面呀，小陆？干嘛？去蹲那去，去，不要说话。蹲着。蹲那。知道吗？咦，乖乖，你低着个大蒜瓣脑袋的，说实话，你看你那直播一晃一晃的，我以为你那地震了呢，老铁，能不能把支架放好，老铁？你看你那晃的，能不能把你滤镜给关了？还在楼上直播，直播的地方都没有啊，老妹儿。